大家好，我是罗夏，46万买的奔驰12600，今天把它改成E300，给大家看改到哪一步了。这是车门啊，已经拆了稀碎。这是倒车镜，等会儿在这个里边再加装一个摄像头。中控台已经拆了，等会儿估计得解码。大家买新车了，拆成这样心疼不心疼啊？反正我看着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心疼。这边还有一个门，等会儿老板别忘了给我装上了。哥，轻一点，哥。前置摄像头已经装上了，本来原厂的应该在这个位置，但是这个装这个位置的话，估计得开个槽。现在多了一个卡扣放到这儿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这个雪还下着了啊，但是下不白。这E300的标已经贴上了啊，贴上去跟E300一样一样的。它现在在红绿灯这个位置，前面雷达都自动报警了，这个位置没有任何障碍物。我以为刚才是异常，然后于是我又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还是这样。这是360全景啊，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模糊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前置啊，原来那个外卡扣已经拆掉了，卡扣上面带了一个探头，这个探头的因为它这个外边有点宽有点高，影响到这个360探头了，所以它才会出现那个昨天里边的那个误报。它这个雷达应该是太靠这个边了，我现在已经把它拆掉了，要不然影响我驾驶。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原来是没有孔的啊，这个探头是单独又打了孔装上去的一个360探头，然后一边装了一个。最过分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里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这个洞没有？乖乖了，这原来是这个拍照灯，然后它这个拍照灯它装不进这个探头，又重新给我开了槽，给我打了洞。开近一点，你看一下，这给我开了槽，还有这个位置，原本摄像头的。后置摄像头是在这里，我一倒车它这个会弹开，但现在它给我装的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一个洞在这个车上显得太格格不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夏，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。车里360不是已经装过了吗？刚才给大家已经看过了，整体的效果跟我想象中的差了18000里，我现在还是挺开心的。新车打那么多孔，虽然打在车上，但是就是跟打我心上是一样一样的疼。我当时不理解它有多疼，但我现在知道了。总共打了三个孔都没有办法弥补了。我刚才给人咨询过了，现在只能装原装的了，原装的可能需要7000到8000吧，总共凑了4-5倍的价钱。我后来不也推算了一下，1800块钱装一个360，三个人装一天。去掉这三个人人工去600，还有1200块钱，他再赚一点小钱，这个探头总共360下来，这一套估计连1000块钱都不到。所以他都出现了我给大家看的屏幕上展示的那种效果，以及他在我车上乱开孔的一种感觉。孔已经开过了，以前没得选，现在我只能装原装的了。这真印证了一句话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喜欢的话点赞关注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再见。